多谢。咱赶紧就定位哈。大家搞咋？今仔日较忝，因为上规日上到暗时，吼、哦、啊，唔忙即个课程会当帮助大家对台湾的未来较有唔忙。解读解读即个主题吼、哦，会设定安尼原因，就是因为我伫参与即个台湾民政府的过程，读即个《新台湾论》迄本册。啊，豆豆发觉讲，哦，原来咱过去的教育，拢是扭曲的教育啊，拢是错误的、假的历史啊，啊，甲咱这代的人哦，洗脑洗甲，咱头壳拢无清楚去啊。啊，错误毋是完全毋对啦，迄、那个错误是讲有一部分对的，啊，大部分是毋对的，吼、哦，有真诶有假，啊，难做伙啊，甲咱即个做即个教育。啊，要解读的，就是这个思想的部分啦、啊。因为咱的思想中毒啊，思想价值已经扭曲掉了，所以我们做不出正确的事情了。所以咱是徛伫一个错误的基础顶面，要甲代志做好对，无可能啊。咱要甲基础规个重新调整，甚至爱甲伊重新起做，较有可能有对的代志，较多都做出对的代志啊。咱先来解思想的毒啦。民政府真诶假的？真诶？听朋友介绍来，举手一下，我看麦。好呵，伊第一摆讲，你着相信吗？有诶人有相信啊，吼、哦，啊有诶人无相信啊。但是爱去探讨啊，爱去了解啊，吼、哦。有人讲，台湾民政府诈骗集团。啊，这谣言已经足久啊！啊，一个诈骗集团去告美国呢，发一个受理这个案件呢，咱来去思考这个物件。诈骗集团告美国，啊，发一个受理诈骗集团的案件，安尼是真诶假的？来，这个案件吼、哦，第一个，这第一摆过啦。啊，落一个暗号啦，叫一个暗号，吼、哦，085078。我拄来的时阵，我嘛当作诈骗集团，啊，我落去查，敢真正有这个物件？我嘛以防讲，爱台湾人足多，啊，往骗做伙，啊，内底有英文歌手，啊，写一堆物件，甲我骗，我以防这件代志嘛。有真济人拢已经甲遮咱过去咱会发出的疑问，拢已经。过滤掉去啊，拢已经排毒啊。找这个案号，我来去找啊。因为咱有一本册吼，《台湾最终关系地位》最终地位啦吼，迄本的第三集，伊这个780、780几啊，都这个都这个咱这个判决书啦。啊，我来去查，这网络查吼，这网络查查出来，伊只落一个讲顶奈，这顶奈吼，较早就是有人咧。客科这点啦，讲顶奈就是驳回的意思，啊，驳回就是讲这案件已经无效伊啊，无效伊啊，所以民政府拢假啊，有人在咧客科这点。但是为迄个时阵一直到即马，一直延续到即马，即个但民政府一直咧运作，一直咧进行大量召集即个听台湾的人来训练，为着未来啦，为着未来要咱要。变化咱即个政体，为着未来咧做准备。但是还阁有真侪人嘛是感觉诈骗集团，不要紧，唔相信的就继续你唔相信。但是咱相信的，咱感觉有一条路会当行出去，咱就召集遮个人做伙行这条路。但台湾民政府这个新台湾论这个理论吼，唔是干那理论尔咧，是咧实行的，已经咧做啊咧。因为这也是干那理论尔哦，咱无可能告美国啦。美国袂接受这种物件，伊那是理论尔。咱咧讲，咱就讲家己爽的就好啊。咱骗一群人来上课啊，咱讲家己爽就好啊。但是美国是安怎会当接受咱的这个案件？就
就是因为咱的身份是对的，咱真正有一个法律的身份，叫做被占领，渐渐发到下骹被占领的人民啊。因为咱刚生起来，秘书长去找着这些物件，啊，帮咱大家了解这些物件。所以咱是被占领的人民，啊，伊是占领国，所以咱唔只有这个身份，用人权的角度去改革，是安尼。啊，咱那啥物都唔是，咱那今仔今仔咱是中华民国国民的话啊，咱连这个身份都无啊。啊，咱应该个人权是用这个咱这个新台湾论，吼，咱的这个国际法律的推论。啊，靠！这个咱这个请的律师去替咱改革的，就是这个律师啦。啊，这律师准你应该是准你来的，哦，2013年来，一来的时阵，伫桃园大饭店演讲，伊演讲的时阵，有东兴用英文甲问，东兴英文较好甲问，甲问讲，啊，这顶内什么意思啦？What mean is deny? How to compare deny and reject? Reject 就是拒绝的意思啦。啊 ，deny 翻出来叫做驳回，有啥物无讲？敢是相讲的？伊讲 deny is not reject， 无同款啊。啊，那东兴就甲问啊，啥物叫做 deny 啊？伊讲 deny 吼，就是时间无拄好，资料无够交整。即马环境的因素等等，无法度对为你这个个数这个个物件做一个最终的判断。但是伊冇判，伊冇这个判决书哦。甲你讲这个案件，台湾人活伫政治联合啦，哦，啊台湾人无一个国际合法承认的政府，这种这个就是法院对咱的判决啦。当然，这种判决书伊毋是条例式，而是咱家内底意思甲提出来。伊毋是条例，是讲第一什么，第二什么，第三什么。啊，这个律师伊甲咱讲，用英文的俗语啦，哈，英文的俗语甲咱讲，伊讲 ，deny 就是 today is not your day， 今仔拄啊好，毋是你的日啦。因为一年当中吼，一年的中间，美国的政府和因家己美国人吼，个的案件吼。几十万件，啊！有人讲，有人去留美的，也是讲移民去美国的台湾人讲，台湾民众去美国讨啥？一年干，迄、那个美国政府请咧红隔套啥物货？这思想吼，你甲变怪看，台湾人会当去美国，迄是足无简单、足无可能的代志哦。台湾人是哪会当去美国？啊，台湾去英国，也是去？各迄个加拿大，他也要过美国，就是因为你有迄个身份呐。今日我啊，行你开车小龙，我就有迄个身份，咱家己伫法律顶面告诉嘛，提起告诉嘛，对不对？啊，我无可能，我白对路人的人讲，我家己提起告诉嘛，因为无关系嘛。啊，咱就是甲美国有关系啊，唔只过会行，是安尼啊。啊，这就是判决书啊。你上网就可以找得到了，好，你相关的 keyword 你上网就可以找得到这一串网址，它是 PDF 档，啊，你给它下载，啊，你也没找关键字，我给你搞，你就用这个085078这个，哦，啊，你空一格 ，Google 搜寻哦，085078空一格，然后那个点 PDF 档，啊，你两个找无呢？你就找这个。加 Roger C S Lin 这边，你再空一格 Roger C S Lin， 大概就可以找得到，哦，你就可以找到这个文件，网络上，再甲大家讲一下哈，哦，网络上哈，哦，人伊这是美国的网站，啊，唔是讲一个网络空间，咱家己做一个物件甲牵起，啊，好大家下载，唔是，这是美国的网站，哦，台湾政府的这个。美国设办公室，有申请基金会的证明，有看遐尼侪报纸，啊，未听到恁朋友甲你介绍进程，你敢知影台湾民政府看了报纸，
你敢知影什么是台湾民政府？我相信多数的人唔知影，伊感觉讲啊，这个只是新的建党啊，还是讲一个新的团体，体制外的团体，就安尼认知尔。咱有去美国开酒会，去甲天皇祝寿，无来无去去甲天皇祝寿，啥？咱食饱上瘾，天皇就是因为甲天皇有关系啦。咱甲天皇关系有身份顶面、法律身份顶面的关系啦。啊，若无关系，咱唔免去甲伊接受啊。就是有关系嘛。啊，有人讲啊，恁就拢穿一对西装吼，民政府就是日本天皇接受游览团呐。拢穿一对西装去游览嘛。啊，若要去游览，穿西装穿啊，才敢靠装啊。来，靖国神社卫灵祭。卫灵是啥物意思？啊，卫灵是什么意思？就是安慰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的神灵呐、啊。啊，靖国神社供奉了谁？二次大战之后，为了大日本帝国这个国家领土奋斗、失去生命、流血的先烈了。啊，这群人什么人？日本人啊，是不是？因为国籍就是在日本帝国的人嘛，啊，唔只有法度把你放伫靖国神社，伊敢会放一个美国人放伫靖国神社？无可能啊！啊，这有咱的祖先呢，有咱本土台湾人的祖先，咱唔只会去甲伊慰灵，啊，无去一个无咱祖先的所在讲慰灵，你咪拜别人，伊即讲拜别人的公吗？还是替别人咧扫墓？所以咱个卫灵祭这不是随便去的呢，有关系才会去啦。咱就是有迄个关系啊。电子网络的那个新闻，这下出来有几个人看有？你若不是伫网络顶面看人咱遮上课的录影，也是讲你伫来伫现场咧上课，你才会知影这个是啥物货。什么叫做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都侪人想讲，咱国际地位已经正常化，咱是一个国家啊，咱有护照，咱会当出国啊，咱有钞票啊，咱有军队啊，咱有政府啊，咱有民主选举啊，咱咧选总统呢。来民政府了后，读这法律，读了后知影，一切拢假，假七十档，咱还佫活伫假的世界内底啊。今仔日伫遮，我伫徛伫遮目的是唤起。咱这个本土台湾人会当觉醒出来啊！咱的身份不是中华民国人啊！咱要找到咱家己的身份啊！咱也不知影咱的身份是啥物货，咱根本就无可能国际地位正常化啦！啊，但是真侪人在咧喷向台湾民政府啊！啊，你讲你的啊，你讲你爽就好啊，我都袂愿听咧。恁讲恁家己一套啦，我家己做我一套，不要紧啊。啊，就继续安尼嘛。台湾若未改变，是个台湾人家己害家己的啦。唔免去怪什么中国啦，怪什么是家己无愿意要改变的呀。这嘛是《苹果日报》啊，美国官员来国州演讲。这个、美国官员来国州演讲，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呢。你把诈骗集团这个名词套进来，这个美国官员来国州。诈骗集团的各个办公分处演讲，那不是更荒谬吗？美国司法官员，伊来咱的国际会议厅所讲的，就是咱新台湾论内底所讲，只是伊用英文讲啦。啊，咱嘛无可能讲把新台湾论佮写作英文，啊，摕予伊去背，啊，背，伊来遮，佮念一拜完听，迄是伊受到。美国派的代表来咱家，看咱准备好阿未啊？咱要去过美国，今年的三月要去美国过美国进前，迄阵有去美国的迄个国家俱乐部的这个记者俱乐部的迄个会议厅开这个国际会议，有几个人有看过？敢有？有人看过的举手？
你看，咱台湾人大多数唔知呢，对不对？就是咱去各案各界美国进前，这是咱今年第二摆去各美国，这个时阵，咱去参加记者会，咱办一个记者会啦。全世界英文系国家，多数人拢知影这个代志，佮干呐，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唔知，啊知影的唔相信，啊你看咱家己有偌可怜。真实的物件放伫咱面头前，咱去讲伊假啦。咱头壳已经毒化，甲讲哦，咱甲是非拢颠倒看，颠倒变来看，啊，就伫遮开个啊，就是伫遮开个。啊，这律师还搁伫遮，还袂假只嘛？啊，你讲开一个钱吼，啊，请一个美国人来演戏，咱看，伤忝啦。律师。伊嘛伫只记者会啊，今年三月哦，吼、哦，啊，咱去日本嘛是开酒会，这袂假的呢。啊，若要假即出足忝的，啊，动用足侪人，啊，佮大家拢爱愿意。来，咱来讲日俗，但民政府咧日迄个国际地位迄个国际论述吼，为日俗开始。现在咱去甲天皇接收，就是因为有迄个日俗迄个关系。但是咱中文来讲日俗吼，来讲啊日本，啊日本啊即卖日本，咱来想讲啊咱即卖来做日本人，跳伤紧啊！因为足侪人讲你啊民政府上课上了，你拢要做日本人。但是我来想讲，啊做日本人是做歹，咱毋是一堆人要移民美国做美国人，一堆人要移民加拿大做加拿大人。啊，做日本人做歹去，啊，无去做个中国人啊，啊，佫无爱。伊讲啊，我就是要做台湾人，啊，你也当做台湾人，你本身就是台湾人啊。啊，台湾人足奇怪，咱特别爱甲人强调咱是台湾人哦。表示全世界唔捌台湾人是甚物货嘛？咱出去拢爱讲，那讲啊，你 China， 我 no， 台湾，是毋是安尼？咱出国拢是有这种身份上的辨识嘛？啊，你出去，那日本人出去，你若讲。你看过啊？咱的知讲啊，你 Japanese， 伊就袂讲，伊就袂讲别行嘛，是不是？就是咱的身份不够鲜明嘛。咱唔知影台湾是啥物货，咱感觉台湾是中国，是安怎？因为台湾人一群人伫即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咧选举哦。咱摕出来身份证来证明讲咱是中华民国国民哦，是安尼哦。啊，你讲是台湾，你变过来组织下台湾省啊，啥物官？什么乡？安尼尔，迄是地号名。李俗，咱来讲咧法律身份的根源啊。这个年代的记号吼，先快了解一下，因为这跟咱有关系吼。年代的记号先快了解一下。明治天皇伊四十五年大政昭和，即嘛到今仔日吼平成，小看记一下哈，1912年，中华民国都要出世啊！中华民国都要出世啊！啊，多好是咱大政哦，一年迄个时阵啊！啊，你注意看，伊用接这会哦，历代天皇的年号是记在一起的，连续的、连贯的。到1912年7月30，加7月31的接落，到12月25。就12月26号的个角落哦，所以讲1926年，他同时拥有大政跟昭和的那个年号，所以你在这一天以后的是昭和，的是昭和。那在这一天，包含这一天以前的是大政，所以你我的祖先阿公阿妈，还是讲是大人，甚至有人是阿祖，拢是差不多这个时期大政昭和的时期。当然，咱在座大部分的人是昭和啦，哦，大部分的人是昭和出世的。来，咱来看条约的形态哈。国际条约就是两边的国家法人对签，国家法人哈，大皇帝，过去的世界拢是皇帝国王啊，过去拢是安尼啊。啊，过去就是所有的物件拢是皇帝的啦，
啊，伊遮拢无写皇帝谁嘛，是不是？但是伊有写，某有授权给他的大臣什么人呐、啊？也写名。你看，大英、大清、大皇帝、大君主，这跟咱有关系。大清、大皇帝，哦，大日本帝国、大皇帝签约。啊，签约要做什么代志？签约就是因为战争了后签和平条约，为着避免未来，是啊，杜绝将来纷纭之端呐、啊。有签合约，国家甲国家签的合约，就是这个国际的条约。所以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国际有国际法。但是这阵咱拢无受到教育啦，啊，国民党嘛袂互咱知啦，因为在咱的身份的造出来啊，就显示出来啊。但是现在无爱互咱知，依然当作奴隶，继续奴隶吼、哦、奴役啊，继续抽税金，安尼伊上好，啊，你拢卖知。啊，继续活落去，啊，爱跳，迄个啥，跳舞、唱歌，互你感觉讲，诶，趁钱纳税金，但是你阁有一寡钱，会当有一寡收费，会当买物件，会当娱乐，安尼你感觉你就是像喺一个真好嘅世界安尼，继续安尼就好啊。但是社会并无改变啊，路上改变嘅时阵是选举前，对不对？啊，食品一直。毒的食品一直逼一直逼，但是也没改变了。污染继续在污染啊，土石流继续在流啊，啊，人民一直在死亡啊，没改变了。啊，没战争，没战争去做兵死的，煞比战争较多啊。咱台湾就是安尼嘛，啊，足奇怪，没战争做兵了煞，迄个殉职，还是讲迄个阵亡。你有干嘛？那是做荒谬的事情呢、啊。下关条约哈，咱来讲下关条约。啊，中国那边叫讲马关条约。啊，其实是伫这个所在啦，北九州的对面叫一个海港，叫做下关啦、啊。哦，伊古早叫做赤马关啦、啊。这个时阵时间点就是。明治天皇开始把整个日本变作现代化国家的那个时间里面啦、啊、因为接受到这个台湾没跟日本战争哦，那是大清跟日本战争、啊、大清战败把我们挂完全挂给日本、啊、完全挂给日本里面条约里面有写一加一句，迄是英文写的，讲 sovereignty 就是主权呐，完全的主权呐。啊，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所放弃的是 right， 叫做权利啊。啊，日本什么人放弃？是天皇放弃，还是日本政府放弃？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吼，无天皇哦，无天皇哦。咱稍微看一下吼，1895都在伫这中嘛，对不对？所以咱迄时阵，咱的台湾对部落式的国家吼现代化，什么叫部落式的国家？其实咱即马去看到迄个形态啦，部落式的国家就是吼，顶杠甲下杠小兵械斗，还是你单家争，甲张家争小兵。所以咱迄时阵拢聚落式形态啊，共姓拢会结做伙啊。啊，其实咱嘛毋是讲共姓啦，较早西海岸哦，拢番啊，咱就是番啊，咱是平埔番，啊，咱是共一个部落个。啊，因为即个族长哦，部落的那个长老，也是讲部落的头目，只要一改姓，啊，就全部都改姓。啊，所以咱有，咱即马有讲什么高雄、乌派、红派，什么乙甲、胆甲，什么货，迄是足高扎印证有势有钱的一个大聚落。啊，就是咱就是处在这种环境当中，吼、哦，来争夺了。第
钓鱼台上面人诶，上面人诶，有台湾的牙签，钓鱼台台湾人，好好好，啊，你感觉是日本的牙签？好，啊，有中国的无？你感觉钓鱼台中国的牙签者？诶，无中国呢？啊，可见遮拢爱台湾的，哦，其实你若直接讲钓鱼台是台湾的吼，安尼我阁问大家哦，台湾的上面人诶？宜蘭的，所以高雄的人袂当去，阿啥啦？小弟宜蘭的，宜蘭管的，啊宜蘭上管的，宜蘭什么人管？日本管，啊高雄的，日本即卖有管到宜蘭吗？即卖日本啊，哎、欸，敢有管到宜蘭？无哦，安尼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放弃啥物货？管理的权利啊，管理的权利啊，吼、哦。咱看这张，中华民国八年，你要加1911的几？1919年了哈，1919年，他们遇难。啊，去有咱日本帝国冲绳县八重山间隔。列岛的人去甲救起来，啊！过当年五月写感谢函，中华民国迄个时阵，伊就承认台湾是日本帝国的，不是台湾呐、啊，即、這个钓鱼台是日本帝国的。啊，从中华民国八年或者是九年，一直到今天，中华民国跟日本有打过架吗？有战争过吗？没有、哦，没有战争哦。啊、有签什么条约把钓鱼台卖掉吗？没有啊。那间隔群岛会是谁的？本来是谁的就该是谁的嘛，对不对？本来就是这样子啦、啊，因为你没有战争，没有条约，啊，怎么会70年来都说那个东西是你的，说到70年后会变成你的，会吗？路上的女孩子很漂亮，我说她是我老婆，啊、说了70年，她会是我老婆。不会吧？我要去追他，对不对？然后要去献花，要请他吃饭，他才会想要跟我在一起。啊、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我的老婆吗？不是吧？可是我跟大家都说那是我老婆啊！啊，他也跟大家宣称我是他老公，那他就是我老婆，我就是他老公吗？是吗？不是嘛？我们要去结婚嘛，要有登记嘛。就有一张法律上的文件证明我跟他的关系嘛。今天台湾的身份吼，今天台湾跟日本天皇的身份就是安尼啦，有一个法律的文件啦。啊，今仔日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就是迄个没有法律的文件。啊，中国不是哦，敢吃豆腐啦？台湾是我的，澎湖是我的，是我的领土，一共70年啊。国际社会跟他们讲，啊，你要提一个证明出来。哦，开始讲开罗宣言，开始讲波茨坦宣言，开始讲过去哦，自古以来哪会通的话哦？自古以来哪会通的话？罗马大帝国有大无？规欧洲拢罗马的，对不对？啊，今仔日罗马变作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呀，伊的首都嘛。啊，迄个首都的人，伊人讲伊罗马人未？会使啊！伊是罗马市的公民，伊两下讲伊罗马人啊！啊，伊甲澳洲讲，你们都是我的。安尼人来讲，你罗马人安怎？起笑嘛，起笑！那历史如果是你的，那你就说那永远是你的。啊，人讲你起笑啊！你罗马帝国已经发展到现在，已经裂解了好几个国家了。历史上，台湾是中国的，对吗？不对啦，中国是1912年的时候，中华民国这个时候才开始，之前也不是中国啊，之前是什么国？对嘛？之前是大清帝国嘛？啊，大清帝国之前呢？大明帝国啦，咱这历史的观念要改切割开来啊。不是讲，应用一种历史观，甲五千年物件拢甲倒做伙，啊，讲这套拢阮的，
啊，若这种理论会成真的话，美国就会当讲哦，我们从希腊时代哈两三千年、啊、然后一直到罗马时代，然后到罗马帝国东西分裂之后，然后我们因为英国的什么时代，然后我们的因为独立之后，啊就说啊，所以我们从三千年以来都是一脉相承。美国刚才那个在讲，美国上济嘛讲伊建国两百年，伊袂去牵拖讲哦，迄几千年来拢伊个啊。但是国民党吼，因这个教育就甲恁教讲五千年来拢咱个啦。无论伊阵营阵输，伊拢讲人伊个啦。啊，所以我有一个，我有一摆吼，去一个迄个拳头师傅，伊拜迄个关公个，拳头师傅也互掠身躯啦。啊，伊就开始甲我讲过啊，来讲吼，咱过去吼，咱中国吼，三国时代安怎安怎？我来甲我甲问一句话啊，三国对三国啊。魏蜀吴嘛，三个国家嘛，啊，对一国是中国，对一国啊，唔知啊。我讲你袂当讲三国时代，迄三国时代迄个就是部落式国家，啊，迄个三个国家拢唔是中国。五代十国，十个国家，对一国是中国。战国七雄，七个国家，对一国是中国，无一国是中国啊。那你讲中国就是1912年之后了，啊，你若要讲历史，拢回袂得啦。啊，无传，啊，无连讲历史了，讲个传奇故事去啊。传奇故事就是讲哦，中国有一个女孩子叫做嫦娥，当年她奔月比美国早了几千年，所以月球是中国的永久不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对不对？你要讲过安尼就会使，安尼看就会使啊。后来又有一个。中国的男子叫做吴刚，因为月球当时候很多树，他上去砍树，要砍拖两安尼砍拖啊，啊，所以你知影迄做喊的，讲喊过的吼，中国介厉害啊。天皇所有的土地，拢是伊的财产，包含人民拢是伊的财产哦，伊的资产。皇帝这个位置哦，国家法人这个位置都是他的，但是一个人敢有法度家己拢管理治理，无可能啊！所以伊要召集伊个人民，组立政府，管理受托这个政府管理伊个财产。所以，咱买车爱纳税金无？买厝敢爱？啊，逐当拢爱一直落，对不对？啊！天皇敢要纳税金？伊若要纳税金，伊要纳无啥物人？好，有人讲啊，纳无政府啊，啊，所以政府比天皇较大，对不对？咱即摆用一个比大小，你就知影迄个关系性啊。咱也知影迄个关系性啊。所以钓鱼台属于宜兰厅管，宜兰厅属于台北州管，台北州属于台湾叫刚写一个吼，台湾总督府管。台湾总督府去的是天皇，就是天皇。啊，有总督的，就是表示那个地方是殖民地，有总督的哦。所以在1945年的4月1号以前，我们是殖民地。那来看这两次的大战，刚好落在昭和跟大战期间。今仔日你若食袂饱，你敢会去跟人相拍？敢袂？你若食袂饱，你已经腰到无力啦，你敢会跟人相拍？你无力啦哦。但是咱食足饱呢，这两个时期，我们整个那个农业的生产量大到足以供应我们的母国去战争哦。战争爱食物件，爱有食物嘛，爱有资源嘛。啊，爱有钱嘛！啊，咱的一寡物件拢会当卖外销卖出去哦。所以这两个时间点，我们属于大日本帝国，我们参与了这个战争，所以我的阿公有做过大日本帝国的海军。
啊，所以伊还佫伫个时阵，我有去改做一寡个人的访问调查啦，问一寡伊过去的故事啦。哦，伊较早做迄个日本挺身队挺，佮是舰艇的挺，挺身队啊，哦，挺身队。那咱看祖国的证明文件哈，这是大清华的护照，够相片。较早护照够相片，无吼？你来看，有相片就是有较高较悬的科技的文明，靠相片。哎，即卖若无相片吼，你来看这叫啥吼？日本国台湾安平，伊发护照吼，即个华人陈无事了，哦啊，伊搭着英国戴利斯的船来到日本国台湾的安平嘛，啊，这就是日本国台湾嘛，伊毋是中华民国台湾嘛，嘛毋是大清帝国台湾嘛，伊是日本国台湾啊。咱搁来看，无相片，你免啊过海关，你看人嘛，是毋是？啊，无相片免咱看，咱即摆有相片可以咱看。啊，你无相片免咱看，伊就一挂相关的记录。啊，这记录就写写，才有写。伊会甲你问嘛，伊看到迄护照，甲你问，啊，你住倒位？伊会回答袂出来啊，住板桥头啊。啊，你几年出世的？几岁？哦，啊，你的面积八，八可能看到迄个海关的移民官吼，会惊，所以惊甲面白顺顺。咁是，唔是啦，伊本来较白啦，嘿，伊本来较白啦，啊，身材中，中是啥物货？有一个亲啊，底下亲底下，你加起，八十公斤以上，哦，中，像我叫做肥，身材肥，安尼，你看你面色白，眼色光明，所以有白落个哦。还是青光眼，这拢看侪啦，这种讯息啦，哦，你看，这上个经典，中华民国，伊迄时阵发的护照，啊嘛无相片啊。中华民国这时阵，好叫啥嘛？中华民国，你看22年，哦，22年伊发的护照，前往日本国台湾台北州。有无？咱大日本帝国有相片无？什么人的国力比较强？从这个文件来看，就可以看得出来。一张相片看下你写的颜色光明，面色白啊、青啊、乌安尼，对不对？就是这个跟天皇有关系，就是这。就是这个时间点嘛，所有台湾民政府的利润基础一定要从这边发展。没有这个的话，没有这个的话，我们的论述会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天皇的教书，伊予咱台湾住民哦，伊个唔敢是咱台湾住民哦。较早韩国无叫做韩国，叫做朝鲜。较早朝鲜。诶，这个首都啊，叫做汉城。但是呢，这个汉城这个名后来吼、哦、改成首尔。啊，我问韩国人讲，啊，想要改成首尔，为什么要改？伊甲我讲一句话，因为国家不一样啊。哦，诶，啊，你们不是都是韩国啊？不一样，我们是南部的韩国，他们是北部的朝鲜。哦，安尼我也知啊，因为他的制度啊，国家的制度跟那个范围的已经不一样了。但是他们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吗？是吗？伊毋是有一个停战的迄个界线，好无？而且要插来插去，哦，停战。其实我想到一个问题，想要问秘书长：如果南北韩统一啊，他们要签的是和平协议还是和平条约？同一个国家，他因为内战的关系分裂，啊，他们要合并回去，他们是要签和平协议还是和平条约？
可是我们不同的国家，我们战争之后签的是和平条约哦，这个 treaty 嘛，啊，协议跟这 agreement 不太一样哦。等一下我遇到他，我问他一下，啊，啊，这个东西哈，准咱台湾主民参政，这个宪法是死啦。那宪法是安怎来的？宪法君主制宪的国家就是皇帝、国王，还是天皇，落一个命令，还是讲诏书，啊，予这个宪法生效。安尼诏书的权力比较大，还是宪法？法律上的位阶啊，谁比较高？诏书啊，一定是诏书比较高啊。但是他要实施这个东西的时候，法治的国家啦。哦，法治的国家实施宪法，你看能运作了，让国家的在想要讲宪法是根本大法，国家被稳重，所有的法律都建构在宪法上面了，所有的法律都建构在宪法上面了，所以连戒严法都要建构在宪法上面哦，这就是帝国宪法，你安怎选举啊？爱偌济人？的比例选一个议员啊，这就是帝国宪法规定，够足清楚。所以，1945年的4月1号，对台湾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时间点。但是4月1号呢，这一天呢，被中国国民党来台湾之后，诋毁、践踏，用一个外国的愚人节来洗掉我们这一份的尊荣感了。因为这个时间点。咱变成大日本帝国的臣民，我想不管情感上本土日本人同不同意你也是日本人这件事情啊，我想不管这啦，但是在法律上我们是了啦，法律上我们是了啦，我想不管你懂有同意不，日本人的感情顶管会过会滴过未，但是在法律上我们就是了，啊，不一个国家。如果你是殖民地 的住民，你有办法去参加选举吗？简单讲嘛，拿美国绿卡的人可不可以参与美国的选举嘛？敢未使？未使啦。那 拿美国公民证的可不可以参加选举？可以啦。差别在于这里啦，法律啦。过去美国人，伊嘛未爱墨西哥人啊。墨西哥啦，哦耶，偷渡嘛，但是当那人他有拿到公民证的时候，他是不是美国人？是了嘛，无论他情感上是否是讨厌或喜欢，可是他就是美国人了嘛，所以美国的法律就是保障这个人嘛，所以咱今天讲的法律就是在讲这哦。因为那张诏书 incorporated territory， corporated 就是法人跟组织的意思啦， in 就是合并进来啦，进来这个组织或进来这个法人的团体啊，所以 incorporated territory 就是因为那个诏书，台湾的这块殖民地转换成神圣不可分割的国土啊的领土啊。是安尼啊，啊，这个物件，唔是干呐，咱家己讲，对西安呢，国际上也有承认哦。华盛顿军备限制会议其实伊都咧伊都咧讲啊，迄个时阵吼，迄个时阵，军备限制会议就是讲，战争无法避免，但是战争必须使用战争法。啊，战争法它不是能讲第一条应该怎样，第二条应该怎样，它是国际与国际之间因为历届的条约或者是一些国际的冲突，那之后签了一些东西，或者是开国际会议成立的那些条文法律，啊，慢慢成为战争法。那这个东西呢，就是限制每一个人国家，你的那个航空母舰是不能超过几吨的，正如拳击比赛一样。重量级跟咱跟银量级的相差，袂使呢，银量级摸落就飞出去啊，
啊，因为它是银量级嘛，这个时候国际间是有承认 Formosa and Pescadores， Pescadores 的是澎湖啊，澎湖啦， Formosa 的是咱，所以我告诉大家，对你是中华民国提出来，咱觉醒起来变成台湾人，但是咱那个一战觉醒，咱对台湾人爱个提出来，咱来变成福尔摩沙人，因为所有的条约拢写福尔摩沙，不写台湾了。干那日华合约，所谓日华合约的是旧金山和平条约之后，日本政府再跟中华民国签的，在台北签的那个条约，嘛叫做台北合约，才写成台湾哦。但是有趣的问题来了，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放弃了管理台湾的权利，但是台北合约里面，它是要依循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的内容。那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放弃掉口袋里没有的东西，怎么在日华合约里面给中华民国啊？可以吗？你没有的东西，然后你说你签条约给中华民国，所以中华民国说啊，台北合约是国际条约，所以我们拥有台湾的领土，那是扯谎呀，那是扯谎呀。来，有办过身份证的也笑一下，我看看，大多数拢有办啊，好。啊，你还没办身份证的时阵，进检了哈，还没办台湾民政府。现在在核发了这个那个晶片身份证之前，你知道你有这个东西吗？不知道吗？啊，你看到这个，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回到祖灵的家？你刚刚哎，我奶奶的，我们的祖先有这个哦，这个里面有玄机，有一些东西我们还看不懂。来，这是啥？这个叫这个。蚕哦，不是穷，是蚕。蚕就是白卡的意思。大清的时代，咱皇管理差不多212冬，所以女生是裹小脚的。啊，裹小脚对现在来讲是一种变态，把生理的那种脚哈，把它缠得非常的小，已经扭曲掉了。哦，你来看，叫一个种族服，有无？而且种族熟，所以有一个有一种族叫做熟族啊。什么叫熟？喜欢啊，过去咱大多数拢是喜欢啊。啊，啥叫喜欢？啊，啥叫服？小学啊吼，咧写这个祖籍的时阵，我爸爸妈妈无教我教什么祖籍，我嘛唔知我的祖籍是啥物事。啊，哥哥，我就问隔壁的同学，啊，你写什么话？我写福啊，你写啥写福？因为我是福建来，啊，你太知你福建来，我讲台语啊，哦，我就想讲，我因为细汉，我老爸啊拢教我讲北京语啦，哦，啊，我阿公阿妈加迄个，我妈妈拢教我讲台语，但是有当时啊听到我阿妈教我阿公讲日语，我就很困惑啊。我是要写日，还是要写福，还是要写中？结果伊讲啊，你讲台语就写，跟我同款啦，啊，就写福安尼。我的祖籍是抄别人的，这个时代也是呢。这个时代也是呢。大清治理台湾200多年哈，规定你学习汉学、汉学啊。啊！你要绑辫子，啊！你不遵从砍头，啊！咱在咱讲写宽的意思就是讲，你还保有原来平埔族的语言呢、啊。那你讲后个什么意思？你学习的所谓的福建闽南话，或者是客家话，你已经忘记你的母语的平埔族了。所以是讲福，就是讲你会说福建。也许日本人的人类学者来咱家这调查，
然后因为已经分不出来你是谁了，那用你讲话的这个语群去做你的区分啊。哦，所以人家说我是汉人，其实我们不是汉人，那就医学科学 DNA 去鉴定我们根本就不是汉人。有人说哎，有啊，有 唐三公唐没有唐三母啊，对不对？有唐三公没唐三母，这是有啊，哦，告诉有第一代是不是你的二分之一唐三公嘛？啊，第二代你因为你没唐三母，所以你第二代你也是跟北部北部母嘛，再加下四分之一啊，再来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啊，你看现在几代啊，可能180分之一啊，啊，但是你认同的是汉人呢，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你不认同平埔吗？友好，当然让友好阿公，你还没让友好阿妈。那你去思考这个文化的灌输在我们里面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我们会偏移说，哎，我们认同那血缘比较少的汉这边的文化？而不是我们平埔的这边的文化，叫青，你看，青亲族啊，什么一个亲族？大清啊，大清不是中国人呢，大清是满人呢，满族的人呢。所以人家讲的旗袍吧，那不是中国的服装哦，那是旗人，旗人满人，这东西同样那些族群的、哦。旗袍啊，那不是中国的服装哦。但是中国这个地方就很特别，别人打败他，他就叫别人阿公、阿祖。所以你就看唐太宗，好不好？汉高祖，别人打败他，他就称人家阿公、阿祖。所以元世祖，好不好？明太祖，不是明太子啊，明太祖。这清哦，这边还有汉了吗？你有汉的部分呢？大清那边有汉，有熟，所以说只要你的祖先有在日本时期，在这里落户籍，有记录，有登录，无论你是汉族，你是清，你是熟，还是生，都不要紧，你来申请这份身份证。你就是本土台湾人，你就是本土台湾人。但是咱今仔日拄到的问题，实际上拄到的问题是，我的亲人有甲这个1945年以后来遮的中国人结婚的啊，对不对？以及因的后代，咱的兄弟姐妹啊，这人免怎？这人嘛是来请啊，伊嘛有一个身份证啊，有身份证，咱就甲当作台湾人啊。嘛是会当来请啊，敢袂使来请？会使啊，因为这种问题，可能咱即马拄着有人娶越南的嘛，对不对？有人娶迄个印尼的娶，反正拢袂要紧嘛。甚至有人娶日本的啊，啊你来请，嘛是同意你啊，敢有冲突？无冲突嘛，所以我们没有排他呢。我们是讲哦，你唔是本土台湾人，你请无这张的，啊你全部拢去跳迄个台湾海峡，唔是安尼啦。你来请嘛？啊，那跟你讲这件代志有这个法律，还有这个身份证，啊，你唔请，啊，你活伫遮70几冬，你来台湾70几冬，啊，拢唔学台语，啊，选举时阵闹两句，大家好，我、哦、大家哇，做、哦、爱台湾，做爱台湾，咱就是活伫政治人格，就是这个物件。一世人无咧讲台语，选举的时阵闹两句啊，你就感觉哦，这个人。有听台湾，啊，就算了伊。咱的感情互骗去啊啦，骗去，咱的听，咱的对这个土地的热情转移去这个政治内底，啊，对这个错误内底去做一个较好、错误较少的选择，安尼尔啦。所以法律的台湾人，咱的定义是伫遮。你有这个？原来日本国籍，这些人的后代啊，是不是现在有一些是大人，他们还是直接是清，或者根本他就是自己本身
日本时代就负责，伊免阁穿白，穿甲是大人，哦，免穿甲是大人。七十六岁，七十岁以上的啦，哦，七十岁以上的，1945年嘛。咱来看一下祖国的建设哦，我到即摆还阁在讲日属哦，哦，他都要到即摆还阁在讲日属，我们在跟日属的那个关系啊。咱来看大政有无？黄金时期就是大政昭和时期啦，我们才有能力去参加这个世界大战了。大政解缠足，他都有缠足嘛，把卡啊，即摆套开女性平权运动，日本时代就有了。日本时代就有了，大清时代女生可以读书吗？你有听过吗？没有听过啦。我阿祖就是大清时代，他裹小脚，哦，裹小脚。你裹小脚，你怎么上课？如果要运动比赛，你怎么跑？啊，这个时候解缠足啊。日本时代女生可以读书吧？可以吗？我阿妈被18岁，要个爹，公好好完业，吼，完结业。真正讲好毕业的哦，迄时阵的建设，拢欧式的嘛。日本帝国咱台湾做建设吼，伊是欧式的，嘛有日本式的，新社，过来清经的新社拢拆了了，欧式的有吧？还阁伫咧，欧式的东西大概都不会拆除，因为很像皇宫，很像。那个欧美的建筑，所以在中国人一直给留下来，不留下来，啊，来做一挂，比如讲立法院啦，吼，遐五院、遐厅拢差不多是迄种建筑。啊，那日式木造差不多拢拆了了，啊，无得个烧掉。到高雄来，到高雄有吼，工商车头是咪烧去，旧的啦，烧去啊。伊刷过新的车头的时阵，就底下咧查讲，即个旧的车头是要改保留变作博物馆，还是讲爱拆掉？啊，得争执不下的时候，无代无志，伊就自焚了。日本时代的木构造建筑，在中华民国窃据台湾的时期，都会自焚。基山最近恢复迄个电路无？伫迄个，佮像是旗山国小隔壁遐武德殿恢复啊，你去看伊个历史，伊就是自焚的啊，无来无去烧去啊。阮阿公阿妈阿祖的时代都博览会啊，都办世界博览会啊。啊，咱即马可能在座无人参加过博览会哦，甚至最近伫北京、上海哦，上海一场可能佫无人参加过。咱阿公阿妈的时代。史政就是史政40年的时候，你甲看这种建筑物，起来到现代还阁做新的呀。那是过去在日本帝国一挂留学生留美留欧洲，啊，甲一挂建筑上个新的概念，起造伫咱这块土地顶面了。脚下史政40年，新竹车头，好吧。还阁伫咧，就欧式的啊，还阁伫咧，但是即马较先较歹看，因为加一挂电线无，较早无电线，较早咱有印钱，咱家己的钱，吼，咱有乐透。你想讲咱阿公阿嬷阿祖的时代，伊在咧买乐透啊呢？你经济若无到一个程度，你这种物件生袂出来呢？那腰杆要死啊！你才有可能摕钱去买乐透，倒来得跪低头安尼，对不对？这个叫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彩票局，股票。
阿公阿嬷的时代在咧升股票呢，不是升股票啦，投资啦。人迄时阵有观念是咧投资啊。哦，这个物件。下面的图片会帮助咱唤起咱甲祖国的记忆。最近李登辉咧讲，伊的祖国是日本，对不对？对嘛？祖国是啥？就咱阿祖的国啊，是不是？但是有人讲祖国，我的祖国是台湾啊，台湾敢有国？无啦，但无有国啦。过去有一个国啦，叫做大渡王国。但是那是中部那海口那附近那里而已，它不是全台湾性的。还有一个国啦，台湾民主国，再用三个月之后就没了。托纳尼诺托托罗，1988年有一出叫做龙猫宫崎骏画的动画，有看过的手好，这个动画漫画哦，卡通里面有很多片段，喜欢囡仔咧看的时阵，我讲讲，哎，怎么这个片段我很熟悉啦？好、哦，这个人穿什么衣服？你们有穿过和服吗？没有，有穿过的请举手。都没有人穿过，六千鬼哈、哦，这六千鬼，这阿妈六千鬼，当时穿的。细汉的时阵，你冇穿过，啥物时阵穿的？最近才穿的哦、喔，是听着民政府要去穿啊，赶紧买来穿伊。哦，日本佚佗穿的啊，有的人是结婚拍婚纱的时阵穿的啊。这张是我细汉的时阵，我细汉的时阵有穿过个手。哎、欸，即马都有人啊、喔，他拄啊拢袂记哩啊，对不对？即马有记起来好无？我帮大家接回原来的记忆了哈，小时候有穿过吗？那我们来想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小时候会穿？你那时候哈日吗？父母帮我们穿的吗？那父母为什么会帮我们穿？父母哈日吗？不是哦，是因为他们受了日本正规教育，受了文化的熏陶。这个东西很方便，披咧拔起来都很保暖。好、哦，这个不用拍啊，这是我呢。换几支，来，这卡以上，有用过牙手，来，用过，好好，好了。是因为咧做什么代志诶？煮饭、下茶、下滚水，哦，撒掌。对不对？好不？我来北部，我知影讲，原来南部的粽是用撒的，北部的粽是用吹。我来才知呢，我计是全世界、全台湾的粽拢同款的。啊，咱是过什么节啊？五月五号过什么节？不是哦，是因为纪念谁？哎，国民党敢改啦？那你可以问阿妈。我们八十岁才有受教育了，用七十年的话，至少要76岁以上他才有受过教育。那些老大人，我们过的是肉粽节。我们听过伊讲端午节，哦，肉粽节咯，把肉粽。啊，安怎来？我甲问，谁啊有这个物件？伊讲我嘛唔知，啊阿妈都唔知，我才知。但是呢，国民党来，伊就讲、啊，你唔知吼，我跟你讲，就是因为吼，有一个屈原呐、啊，爱投江，伊爱国爱投江，哇，咱来求伊爱国，但是唔通投江，啊，你若投江吼，就啃肉粽，惊鱼啊食伊的迄个身体嘛吼，啃肉粽，啊、你也知影哦，即马你真正甲做落，一砖头拢白肉粽，甲啃落溪内底，迄条溪会变安怎？肉粽溪哦。这就是现在还有在用了哈，有看过这个吗？这个是文明的表现呢。古早
是无顶头一个是一空尔呢。啊，有这个就是有一挂大气压力的原理，把水抽上来嘛。现代化的国家才有这个。日本时代唔那是干哪有这尔呢？咱日本时代唔是干哪有这尔？咱搁有啥物会？水龙头台语叫什么？不是水龙头，水得头，水得头，不是水龙头。水龙头，咱就迄个中文污染去，所以改讲水龙头啊，吼，水得头。啊，啥叫水得头？泰哥的水伫下面，叫做啥物会？啥物会？下水道嘛，下水道嘛。啊，清洁的水就是上水道。啊，上水道最后的那个头。出水的所在，水就是水得头。啊，水得头呢？这个文明呢？即个中国人，伊九十五年来的时阵，伊唔知呀。伊想讲，亲像小叮当安尼，裤底下揢一个水得头，甲插落壁内底，甲开开，水得捞出来啊。伊无迄个水道系统的概念啊。无迄个水厂的概念啦，伊也算日本帝国拢要变魔术了，水道头甲插落，安尼伊就买一个扎在身躯顶，啊去甲地甲插落，就拢有水啊。伊无迄种观念嘛，啊那个是一个卫生那个管理，把整个我们的环境提升的。日本都来接收台湾的时阵，有跟咱发生战争，但是呢，咱家吼较早。虐文呐、啊，虐己也虐文嘛。啊定诶，啊着敲伊啊。咱拢先卖讲小拍小台啦，着干那咱诶蠓啊，甲因定了膝盖侪啊啦。啊，咱现在未死，因为咱本土台湾人啊，咱都已经免疫啊。所以咱定着，咱着憋者憋个，咱是该拍好死尔。啊，因定着是因死啊。但是呢，为了改善这些东西，所以做了那个一些渠道，然后。做了那个自来水系统，这个东西对台湾的文这个人工整个国家的卫生习惯跟建设的提升呢、啊，过去无呢，这是客家大院留下来的，有看过这卡无？刚有看过这卡哈？菜毒啊？就是这样，较早有冰箱的人足少嘛，啊，藤菜、春菜拢会藏菜多啊嘛，啊，不是开始用网打，对不对？哦，这卡是啥？五斗柜嘛，五斗柜台语叫啥？五斗柜啊，五斗柜。叫中文影响伊啊！较早咱无中文嘛，啊，日语讲啥，咱就讲啥嘛。啊，日本人毋捌看过迄个卡车嘛，啊，伊外国人甲伊讲，即叫做，伊问外国人，迄叫做啥？啊，英文叫做 truck 就是卡车嘛。啊，日本发五十音，你发拢有一个音节嘛？啊 ，truck 变做 truck， 哦。Truck， T-R-U-C-K 嘛 ，Truck。啊，咱唔蛮看过卡车嘛，啊、咱问日本人，哎、啊、叫啥？啊 ，Truck， 哦，咱嘛叫 Truck。迄就是咱唔知系啥物，所以即个变成外来语啊。啊，咱唔知即啥物货嘛。咱较早咱唔知即啥物货。啊，日本人来，原来咱的居家生活，哎呦，即个物件藏衫裤、藏被啊，是藏枕头、垫垫安尼。啊，所以日本人讲啥？烫书。啊，咱就叫伊烫书啊，安尼啊。较早每一个烫书拢做甲足精美的，这上面查着诶，伊拢伫倒位出来？有人讲金乌棒嘛有嘛，哦，还是讲其他诶什么棒？较早有挂过网打野手。你看，那有挂过网打？诶、欸，即卖有呢，即卖有一种折叠式拍开就会当打雷，一种会网打嘞。
较早蠓打，到后来讲啥物蠓啊香啦，啥物迄个蠓啊水咧转甲讲中毒啊是安怎？咱较早都蠓打尔啦，啊，咱的香就是起稻草啊，是啥物啥物来点火倒啊熏熏的嘛，对不对？这个蠓打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以提高睡眠品质。这过去咱的生活呢，咱过去困这点了，通中坡还是通坡嘛？哦，中坡嘛吼、哦，啊中坡拢茶的嘛。啊，有当时啊，下边较早，这是现代哦，较早又较悬，啊下面会当放一挂，咱生生什么？生咸菜哦，还是什么？哦，酒啦，什么拢会放下边嘛？杂物柜嘛，因为里头较较悬，下面有一个空的所在，迄是为了防止潮湿啦。啊，当然下面放一些东西当仓库用嘛。哦，那上面有时候会放榻榻米嘛。哦，啊，这个就是我们过去的睡觉的地方嘛，或者是处理公代级的所在的是这个地方嘛。我请问大家，这种眠床，你倒？团的倒直的，倒歪的，敢会讲你冲着、刷着、弄着、浸着，敢有？无嘛？啊，即摆有一个眠床，放伫倒位啊，对角冲着门，对窗啊冲着头，是不是？啊，这套是啥物人带来的？过去都无这个物件啊，先啊，这个拢没有迄个禁区的，啊，太即摆有眠床了后，才变作安尼。对啊，啊，即卖过去都无这个物件，咱的文化无这个物件，但是后来有这个禁忌的文化，啊，让你会惊啊，就请一个高人、仙人来，你帮我看一下，有艺人吼，艺人啊，迄个什么菜头啊，什么，讲去用敲，用伊事业未顺，去用安尼摸一个眠床，啊，敲一个角30万，啊，这伊要怎敲？那规个拆起来，所以咱想讲，迄个文化到底为倒位来？是安怎伊会变作是安呢？对啊，你看伊这困歪，伊敢有弄，敢有冲着，对不对？较早咱都有布条啊嘛，因为咱农业社会这种大量生产的是，咱的生产力提高的是日本来治理之后啦。我们就是这个啊。这就是我们阿公阿嬷那个时代的吼、哦、的记忆嘛。有看过这个车无？有看过哈？这较早咱讲组装车，农用，拢是农用。啊，即摆车歹，白拆掉，拢甲车农用。啊，真正有农用无？唔知后壁囥几粒啊？几粒啊？焊子囥一支猪头。啊，警察来查来讲，你看我农用，诶，焊子拢生菇啊！较早这拢是农用啊，吼！啊，看过这些人无？敢有？这些人有看过未啊？手，我看麦。对啊，共同的记忆嘛。这个人是因为要跳票啊，对不对？跳票啊，因为不是每一个站都有售票亭嘛，弄会当买票嘛。啊，拢是插一支牌啊，啊，你去哩看你要坐到倒位跳票嘛，哦。这台车有看过吗？什么车？唔能讲孔明车呢？那孔明车哩，就是迄中国的迄种思想个几摆啊！我头到尾，即马拢一直咧甲帮大家解读哦。因为中国物件一直几摆啊！啊，问一个问题，你讲在中国物件，你知讲迄是独华的教育诶？过去咱都唔捌孔明啊！啊！你敢要看个孔明骑这个车？无嘛？依然唔是咧放天顶，有人讲个孔明顶。你敢要看个孔明放个顶？迄是中国拍片啊个拍影片啊个迄顶个放起，讲哦，你看孔明放个顶。就算孔明有放迄个顶啦，人澳洲较早热气球已经环游世界啊，孔明还搁咧放顶啦，对不对？
什么叫做大中国主义，也是讲大支那主义，就是讲什么物件拢用中国思想做中心，什么物件拢用因的怪、因的概念来解说这个世界。当然，美国已经火箭上升去到月球啊，伊就咧讲啊，阮祖先发明火药，阮鞭炮就是，你还搁咧鞭炮啊，人已经去月球啊，就是安尼啊。啊，人迄美国出来 GPS 全球定位系统啊，阮的皇帝，迄时阵震惊的时阵，就用迄个指南针。中国思想就是安尼啊。德国发明电动牙刷，中国人就说我们明朝就有牙刷了。啊，明朝就有牙刷，想要传到台湾的时候，被大清治理的200多年，台湾人还需要一个马偕医生来拔牙齿。有人说铁马、自行车、脚踏车，用脚踏的车，都叫做脚踏车。有人说这个是母车，因为它可以载重，它可以载重。啊，你们以前小孩怎么学脚踏车？穿进去，脚给软过，踏下踏下就去了，对不对？以前还有辅助轮？没啊，它有辅助轮，我小孩也没辅助轮，有吗？这个影片忠实的呈现出我们那个时代，我们那个小时候的时代，这个叫日俗啊，有没有唤起大家的回忆呢？为什么不同的？假如我们是不同的国家，为何会有相同的记忆啊？那就是我们阿公阿嬷的时代啊，那种记忆就是跟我们相连的，但是中华民国。即国民党联盟政府来了后，伊甲咱这段吼，甲切落断，啊接因的入来，啊接入来，咱来去认同因这边的，啊认同这边的，阁是假，迄套也阁是假，啊假的，咱就一直信到今嘛，啊未觉醒。美战，然后讲美战啦吼，日属讲了啊，咱讲美战啦。美战，咱咧讲的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啦。旧金山和平条约也是我们今台湾论的立论基础啦。条约是最高的位阶啊，这个是立论的基础。没有这个条约，我们无法谈台湾的国际地位啦。唯一跟我们台湾国际地位、真实的国际台湾地位有相关的，就是条约里面的东西啦。23条下公的日本跟其他的国家嘛。哦，这边的国家签署了和平条约。世界大战啊，一个日本跟遐尼一个国家签，啊，对一个国家较强，日本较强啊，啊，因为咱算讲运较歹，牵互人牵两粒，祖国希望牵两粒原子弹，唯一用原子弹核能武器杀人的国家，就是这个。主要占领全国，美利坚合众国，唯一吃过原子弹的人，就是我们的祖国。那我们吃了另外一颗死弹，叫做蒋介石，吃了这个死弹70年，被剥削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要挣脱。美战的单位，有看过这个车牌无？顶管这个 USNG 吼，我一摆拄着警察来，我甲伊讲啊 ，USNG 你看无？伊讲我看无，啊，我解说你听。伊讲我唔免听你解说，我要甲你开单。唔免听我解说，不要紧啊，就你要开啊，你要做你家开。USNG 就是咧讲这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有写着。第四条的第 B 加，美国军事政府对日本、甲日本的国民财产处分的友好性。啊，当然日本承认前面的23条了啊。
啊，接着 USMG 底加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USMG 四个字的缩写啦，在这里啊。有人讲，哎 ，USMG 已经没去啊，没美战啊，结束了，结束占领了，刚结束占领呢。再有一个文件吼，这是研究国际这个受到这个美国军事政府所管辖的这个海外领土，美国的部分。叫他多少？那我有了几个英文单字哈 ，incorporated 啊，叫做 UN 哦 ，unincorporated 这个 territory， 就是讲未合并的领土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那未合并的领土是在美国军事政府的管辖之下啦 ，under 就是在美国军事政府之下。啊，伊内底有一篇文章讨论着台湾到底是属于对一部分啦，但是咱的近代文论吼，也是讲咱迄个有一本册叫做《台湾战争史回顾》哦，迄本册内底有写到，台湾其实是美国军事占领地啦，唔是未合并领土啊。咱若是未合并领土，那么咱顶边的各所吼，就会当吼美国甲咱分即个美国护照啊。但是咱唔是，咱就是因为日属的关系啊，咱就是日属的关系啊。咱来看，李登辉老先生伊就讲，安尼个是人即占领地，唔是主权未登记啦，是美国阿未放啊，阿未放伊即个管辖权啦，阿未放，阿未放呢，即属于天皇的物件，哎，即卖要放来放哦，啥物人？伊即卖暂时吼即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因为伊时阵请即个蒋介石来暂时代理伊占领。台湾，大日本帝国的台湾的迄个时阵，那有一个投降典礼，唔是咱对中国投降，是对明军投降，迄是无同款的。但是因为解说讲，哎，是会对阮中国投降，迄是因的解说。第七舰队保护之下，台湾绝对安全。啊，第七舰队没事来保护台湾干嘛？美国第七舰队没事跑来保护台湾。啊，他怎么不保护香港啊？啊，去保护那个上海？中国伊知影美国占领台湾哦。1958年的时候，伊就有下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不是侵占啦，人是镇压大日本帝国，签条约以后占领。哎，阿表下讲。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这公消为，啊、哦，这公消为，大清帝国，中华民国说他继承了大清帝国，继承是什么意思？就是伊的土地、伊遐的政治的主权，等等，继承了土地之后，请问大家哈、哦，继承财产要继承，那负债要不要继承？要继承啊，怎么会不用？签条约，你跟人家签了就是要了啊，就是负债嘛。你签条约也要算啊。你说啊，那前面的条约我都不算啊，啊哪都不算哦、啊。你哪讲元朝大帝国？你讲意大利条，意大利威尼斯，你看上你讲元朝大帝国，看意大利威尼斯，那没公告了。意大利威尼斯也是中国的。美战的现象。军机落来，军机也当落来台湾的。有人讲，迄套三军机起来拢买单飞，啊无你也落来北京看卖啊。海龙降落台南空军基地，但是过去咱对这个物件没有敏感度，咱注意甲看，我要帮大家解读解读新闻啊。美军基地台救病患，美籍妇人早产紧急赴日就医，大家看了啥？美军基地台是真的啦，
但是美军基地台就派对台湾人解说啦，啊，就编一个故事。你袂感觉足含的吗？美军基地台救病患，美籍妇人早产赴日就医。你早产，啊，你唔得找呆呆，啊，是讲台湾的妇产科是拢关掉啊？伊，第一只军机来只载你一个人去日本生囝，这里感觉足奇怪的新闻吗？但是哦，台湾人看这种新闻是安怎？哦，好夸张哦！啊，啉啦啉啦啉啦！啊，大官搁切大只。咱讨论时事、讨论国际新闻的心态是安尼的，咱把这代志拢甲放下过。那么再讲，这里面有玄机在。美军机可以抵台，表示什么？他随时都可以使用他的军事武力啊！咱注意看哈。这种新闻你要注意看，伊个相片拢做特殊诶。来，这是军机嘛？啊，上面有一只旗子，这表示什么？我中华民国哦，代理美国，仍然占领大日本台湾呐、啊，我还占领着啦，我现在是在管辖这个地方啦、啊。这种新闻就会出现这种画面了。F-18 降落台南基地，有无？咱他多爱的海龙嘛，是台南基地嘛？咱即马对这物件有敏感度啊！伊即个大概那美国什么代志？记者就走去问 AIT， 大摆拢是 AIT 咧发言呢、欸。AIT 既然是民间组织，啊，显然伊遐尼有权力，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代表美国发言？你有看到同样的东西吗？军机，啊，又出现了。这个叫辨识符号啊。这个旗子表示什么？占领的意思啦。如果这个旗子不是你国家的国旗，那就表示占领的意思啊。哦，难怪那个是我们的国旗。我们是哪一国？中华民国吗？今天台湾人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承认这个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国家。可全世界都不承认他，但是我们自己就承认。啊，有人相怨了，讲我家己承认就好，我喜欢爱同意别人承认。敢会当安尼？敢讲我家己承认这是国家就好？那会使啦，吼，那会使，唔免经过别人同意承认的话啦。阮家的主席可以申请成联合国，总统是我，哦。副总统阮某，啊，阮两个囝是我的人民，我着阮兜去号甲申请联合国，敢会使？我有土地嘛，对不对？我有人民啊，啊，政府就是我，军师，我来，阮厝里有一支球棒，军队啊，对不对？阮囝嘛会去甲人相拍。我们看一下影片九，这样品你怎样去解读了哈？解读它是什么东西？有吗？之前那个资料夹里面，因为过去咱咧看新闻，咱对这种敏感度很低。啊，最近咧看新闻，你也对国际、对日本、对中国、对俄罗斯、对美国，甚至这些政治人物咧讲啥物话？像李登辉也讲，我的祖国是日本，啊，伊就是日本人啊。伊一定有迄张户籍登本的啊。伊就是1912年啊，不是1923年出世的啊。哦，1923年出，1923还是24的时候出生的，有吗？哎，阿袂棒哦，好好。李登辉早就知影台湾民政府啊，伊是最近才讲，伊早就知影台湾民政府啊。但是伊讲的话有几个人相信？啊，见一堆台下面的人讲，我是台湾人，我不是日本人。讲遐的人吼，有的确实是安尼，因为他没有日本国籍啊。啊，毋过咱有呢，但是咱起码去。没有国籍啊，呢，
是安怎？是因为过美国了后，才知影讲我们没有国籍啊。咱过美国了后，才知影讲哦，原来1946年行政命令甲咱落落去，咱全部集体规划成中华民国国民。咱迄时阵咧，咱的阿公阿嬷嘛唔知啊，集体规划呢？伊讲咱全部的人系原我国国籍，也迄个我国国籍是中华民国啊。问题是中华民国1912年才出生呢、啊，中华民国的国籍最早也会在至少啦齁，也是在1912年才产生出来嘛。但是我们被割给大日本帝国的时候，我们是在1895年的时候呢。1895年，中华民国要搁伫天空中咧飞啦，还未投胎出世啊，我们怎么会有他们的国籍？所以莫名其妙嘛。如果他说系我国大清帝国国籍，安尼嘛较差不多，但是大清帝国有国籍，有哦，他都有迄个护照哦。你有摕着迄个护照，你就是迄个大清帝国的国籍哦。但是大清帝国摕着护照，诶，国籍来咱大日本帝国少崩呢。所以咱是大人本来就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啊。啊，就是迄张变过了后，也无经过咱的同意。啊，即嘛70年来，咱一出世，我们有得选择吗？我们不知道啊。咱就去经迄、那个，咱不是中华民国的人，但是我们却拿了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有找到了吗？前两周的那个资料夹，有啊，他就影片9啊，应该是那个 movie 9还是？所以咱今仔日咱咧甲大家讲的法律是咧讲法律顶面的啦，法律上面的啦，而不是在情感上面的。情感上面，我说我是台湾人是很容易的。啊，免咱去分辨这个物件，很真简单讲啦。哦，我头拄仔毋是有问讲，高雄来牙手对不对？小贤来讲高雄来牙手，因为当我甲你讲，我嘛是高雄人。即句话讲出来，啥物意思？就讲咱有关系啦。我嘛是高雄人，你是毋感觉我甲你的距离就较近啊？啊，屏东人就甲我无较近啊嘛。啊，我若各位看的话啊，我老母嘛屏东人呢。伊住万丹，住万丹附近。啊，我隔壁庄啊，我住潮州啊，我住倒位啊，我住德产啥物货啊？但会较近啊呢，对吧？啊，那变作好朋友，伊讲啊，他因老母就是倒位人啊，有无？咱拢安尼看嘛，看关系毋是无好，但是你用你政治就无好啊。看关系毋是无好哦，吼、哦，啊，你用你政治就无好啊。啊，所以这叫做情感式的嘛。啊！今天大家民进党反来这些人讲，我不是日本人，我是台湾人。伊马公也是台湾人呢。完了，咱说分辨不出来你是谁，我是谁，我们都是台湾人。这种情感式的啦，啊、情感式经常在选举使用啊。我们活在政治炼狱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在选举里面了、啊。台湾人站起来哦！台湾400年来第一阵，迄时阵选担任人、选省长的时阵啊，400年来第一阵要将台湾变青天，变到尾啊，即嘛到青天，我们还在进炼狱当中啊！啊，那选前的时阵，哦，人民是主人的，我那破个起码是做严的哦，主人的哦，拜托哦，拜托哦。你的新型的一票，你新型的专家票，再来投我5号，莫比人，哦，啊拜托，平常时拢唔捌看过，常常出现伫菜市仔人阿手，平常时无咧讲台语，常常也讲台语，到客庄讲客语，到原住民讲原住民语，伊常常变哈厉害啊，这就是政治人格啊。内部哦，那来看一下，牵涉到美军哦，在2006年的时候哦，其实美军哈、哦。他们内部也是这个后勤管理体系也是有一些问题的，结果他们错把哈四枚这个叫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其实义勇兵是可以装核弹头的、嗯、的弹头的，它叫锥体，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对对对。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嗯。哦，好，那也不打紧，你送错了就送来，
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行情处一个基地里头库房摆进去，摆了多久？一年多，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送错了，没有人发现送错。我们有弹头，对对对，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我们也曾放了一年多，放了一年多，一直到这个2008年的三月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少了四个弹头。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我们国军的那个这个库房的管理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反正这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弹头之类，我也没有上报国防部，所以就摆在那边，摆了一年多。结果美军在2008年的三月，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三更半夜，派了一架军机空降到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半夜没有人知道。那这个事情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当然应该知道，没有通报，也没有通报，我们基地的这个连队长也没有通报，雷达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现在不能打下来吗？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所以这个有趣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后来 AIT 的官员在透过军中的所谓联二系统情报系统因为跟他们很熟 ，OK， 就跟他们说，有你们库房里面有四个东西是运错的，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就派了这个上面是挂这个外置。这个外置的这个车子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然后就把这四枚弹头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岗基地，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 的这个代表才跟当时的部长，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长叫蔡明宪，才口头跟他报告说，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弹头载走了，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他才发现居然有这样的事情，这新闻，咱即马应该会使了解发生啥物代志啊吧？这就是美舰，美国军事舰呢。他都有看到，在飞机可以直接降落松山机场、降落清泉岗、降落台南机场。美国的军机为什么可以进来？如果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的话，为什么美国军机可以直接进来？美国军机为什么？不给他降在北京，不给他降在上海，为什么他可以降来这边？还可以派外资的车去载核弹，为什么可以摆在这边，而没有摆在北京？那想这种问题啊，这种新闻嘛是台湾人路边吃面配卤味的时阵公公的鬼啊，就忘记了。我们不会去记这种东西。因为我们被奴化了我们脑中的记忆体非常的少看到新闻就过了。我们没有这个眼界去看透这个新闻背后的隐藏讯息既然这是美国的舰艇，他告诉要通报国防部，这是美国的舰艇呢，不是中华民国的舰艇呢。美国已经没承认中华民国的了，只有中华民国跟台湾人骗说我是中华民国啦，但是出去他都不敢说他是中华民国，他说他 Chinese Taipei 啦，这我们不知道嘛，对不对？1945年到2015年，70年，就是这个地方让我们误会了，我们投降向中国投降，是不是向中国投降呢？是向盟军投降呢？盟军是四个国家呢，是四个国家呢。那是按这盟军投降呢，这是受降典礼，向中国呢。他是代表了，他是代表了。中华民国一直在消灭咱的手机啊那关于震动的，那个关于震动的，刻意消灭历史记忆。你来看，等一下那 coffee shop 的那个电影准备coffee shop， 他要写 coffee shop。台湾省政府伊个这个落记录，讲什么话呢？台湾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志啦，伊讲咱。伊讲本性啊，伊个当然弄这也几性啊。我要劝退是日据时代，不是日据
那是条约签好变作是日本帝国的哦，不是窃据，不是占据，那是有条约哦。秤盖上面铸刻有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字样，本省现在正积极消灭遗迹啊，积极消灭。再来，桥梁上如果有昭和某年制造，均已改为中华民国。哎，为什么不能动？下一页有吗？好，来，你来看，民国前十三年，你有笑死人啊、哦！民国是1912年出生啊，他钱是什么？是贵哦。这个在民国前十三年的，民国前十三年，你还敢讲大清几年？对不对？你要像民国前十三年，这是什么？笑死人！笑死人！笑你到位？人西方是用公元做记录，用耶稣出世迄天叫做元年，西元元年、纪元元年这年代的记录。出生耶稣出生的那一年的前面叫西元前，那叫西元后。是安尼，蛮无西元后啦，就西元几年安尼啊？啊，伊用民国啊，要讲这纪元年，这东西啦，中华民国十七年，你敢有伫遮？伊这人入雕伊，还佫佮定刻啊？咱来看，大日本帝国天皇是万世一系吼，互相继承哦。平常去哩昭和，昭和去哩大正，大正去哩明治，佮去哩伊哩玉个，咱叫两千几档。啊、所以伊无平成钱嘛，对不对？伊嘛无昭和钱嘛，无大正钱嘛，伊是几个年代几个年代的记号嘛。啊，民国竟然有钱？如果照民国的纪元年之前，应该是大清多少年呢？啊，你要用民国当他们的纪元年来计算，那有最好笑呀！来，大清起民国前250年，对不对？要不叫做大清，叫民国前250年。那你算个皇帝的话，民国前4600年。旧石器时代，民国前200万年，哦、所以你还没搞外国人考古学家讲，哎、欸，那个旧石器时代大概是民国前200万年，人讲你写的公啥？顶低侧乱呐！我们看一下影片一。你捌美国空心吧？啊，你捌美国空心吗？捌啦，我曾经啊。啊，你空心，你敢知什么人甲你点赞讲啊？啊，日本啊，日本甲你点赞讲，你也知？日本点的，阮都拢在美容宫学的，都唔知。你准你几岁？八岁。哦。啊，唔过是啥物人甲你讲的？你讲你知？哎，准准你。心中的跳，走美红公河啊！个知影，迄阵囡仔拢蛮知。阿尚，你阵住伫台南？台南。哦。所以你的印象中是日本人安点啥东啊？对啊。迄个美红公河诶。迄阵日本啊，咱那个日本啊管诶。对啊。迄阵啊，日本啊管，啊，就是中国来诶。中国来吗？中国变过来诶啊！你炸了后来啊，中国过来啊。中国过来，迄阵日本啊变转诶，我搁知影呢，我迄阵死话啊。嗯。阿伯啊，讲诶对不对？1945年。伊还阁四岁，到今仔日70年，74岁，伊无受过日本教育，爱76岁以上诶，较有受过日本教育。哦，76岁以上可能读一当年啦，哦，你啊80几岁以上可能都读啊。所以我问阮阿妈，空气啥物人甲你空气诶？美国啊！我甲阮阿妈讲，啊，毋是日本哦，用头甲你牵落。咱就是日本，咱就是日本，所以咱们八年抗战呢，因为抗日的日就是咱啊，在看我们呢、啊，啊，让我们的祖先这个记忆哈、哦，把我们这个东西洗掉啊，把你把中国人、汉人、华人、华夏文化、皇帝、炎黄子孙这一套5000年他们虚构的东西灌植在你的身上啊。
这叫做殖民呐、啊，这叫殖民呐、啊。日本时代嘛有禁讲台语啊，禁讲母语啦。中华民国宋初儒的时代嘛有禁母语啦。日本时代禁母语，奖励你讲日本话，方便化。咱的士大人，因的台语敢有无去？敢有？无去呢？咱士大人还阁会晓讲台语、讲客语、讲原住民的话呢？中华民国禁国语、禁母语，啊，讲因的中华民国北京语，讲到尽，咱那个少年啊，看咧你还要讲几成的台语？剩三字经尔啦，因为上有力的嘛。我们看最后一个影片。请咱用理性看这影片，它后面应该有一个解答，对不对？我请问大家哈，这影片真的也假？假牙签？好，啊，真的牙签？哎、欸，无人讲真的呢，安尼咱个也阁真正常的哦。哎，我阁问一个问题哦，迄个人会浮起来，倒啊安尼会走出去，倒啊走出去啦吼，啊，倒会落来，这三件代志是真实的，请牙签？无人牙签啊？啊，你感觉是假的还牙签？啊，真的啦。那真实的啦，我头都无讲叫大家用理性看，我们来看一下解答，我们看一下解答。你也知道我讲的真的假的是假的，真的假的都有。这人这人浮起来，你知道吗？你看伊电梯浮起来了。你看，伊有车停下来，啊，伊有迄个栅栏扶起来，好，那关掉。栅栏、手扶梯啊，哈，电扶梯，跟那个升降梯，这三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是嘛？有理性嘛？是物理作用嘛？力学作用嘛？那刚刚那个人扶上来。桌子移出去，画会掉下来，这三件事情是不是也是真的？是啊，可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是假的？是因为我们不相信那个女孩子有超能力控制这些东西让她移动嘛，对不对？是这个部分是假的啊。可整个影片让你看起来，如果你在现场，你没有看到后面她布设的机关，你会认为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会认为那个女孩子真的有那个能力吗？可是我希望大家看影片的时候是把这个东西拆开来看，三件事情是客观的真的，只是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会纳闷，但是这三件事情是真的，你要用理性看待这三件事情，把它分解开来看。所以我们说这真干的台湾人，那怎样融入影片，那怎样融入我们看到的那些很有戏剧性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用理性去做分析啊。这帮咱咱看新闻的是安尼啦，哦，帮咱咱看新闻啦。好，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时间演讲到这，多谢大家。请各位同心再次用热烈掌声感谢我们潘佑谦讲师。下课休息10分钟，10:10准时上课，谢谢。